哇哇！呢个电话 number 呢个94年0系啦，咁呢个咧就会系呢度嘅第七个定第八个金啦，大家就即系好有福气啊！我咁准备走嘅时候咧，都可以做执到咁多个金咯。系，大家有兴趣我记得要联络佢哋啦，系 IG 啊。有嚟自澳门嘅 Colin 啊，多谢大家又翻嚟探我。今日咧我仲系继续喺槟城，因为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节日。是元宵節啊，同埋今日咧，我嚟到專登嚟到啦，叫做舊板仔角呢個地方咧，就去感受一下呢個嘅好重要嘅活動，就係、是、偷金啊！因為呢個咧，其實咧就係、是、喺大馬呢邊咧一個嘅傳統嚟啦，佢就會喺元宵節咧就係、是、敲金啦，佢就會喺揀個地方咧，佢就會係攞個金就可能喺上面啦，寫你啲名啊，或者寫你啲聯絡方式咯，咁就可以掉落去啦。跟住有人咧就會係撈翻喺個海度咧，就撈翻啲金上嚟咧，跟住就掉翻上嚟咁樣咯。呢啲係替結糧嘅機會，所有嘅參加啦，我係帶咗兩個金過嚟。等我即刻寫翻我個聯絡方式落去先。佢今次咧其實佢都有範圍啦，即可能咧大家咧就會喺呢一邊咧，就係掉啲金落去河度啦。但咧佢哋咧係會有人咧專人咧就係落拉翻啲金上嚟，跟住就掉翻上嚟咁樣咯。所以變咗咧，其實我哋就唔會係親自係拉翻啲金上嚟，但我哋會係親自去拋金啦，同佢拉完上嚟咧，我都會接翻個金咯。好啦，我有冇呢個嘅運氣先？今次而家就係我呢個金額開始寫翻我嘅聯絡方式。不過我就冇 marker 咯，只係攞一個圓珠筆。替結良緣啦，大家係邊個係有緣人係接到我個金先？希望但掉落去嘅時候唔好爛咗啦。好，我寫咗一個啦，而家開始寫第二個先。啲以防萬一啦，我哋又做足準備啊！啲咁重要嘅地係咪先？系边个系我哋嘅有缘人啦、啊？好，两个都写好咗啦，准备要掟抛金落。写完之后，我哋而家要出发，准备掟过去。系边个系我嘅有缘人先？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执到我嘅金？哦，跌咗落个水度。哦，哇，好劲啊！佢掉过嚟系真系有个金喺上面。我就有第二个子弹要准备出发啦，呢一个。今次要掟远啲先。我啱啱咧系掟咗两个铲，一个咧掟咗落个海度，一个咧掟咗喺上面。所以而家就要等待机会，等啲人嚟搵我 call 我。大家要喺度嘅话都可以 call 我。可能啱啱虽然已经掟咗两个啦，但其实我咧。系仲有子弹嘅，我点解带啲金翻嚟咧？就喺度掉金啊，同大家系替结良缘。我而家就整多个金，仲有一个金，呢个系我嘅后备金，而家用埋佢先。嗱，冇分大家噶，我其实我系真系有大足准备嚟嘅，仲落个红色嘅袋去装住，系咪好有好意头咧？呢啲鸿运当头啊！跟入边咧，啱啱掉咗两个啦，其实我仲有一个嘅。呢度靓啲添，系有包装纸包住嘅。而家即刻，最后嘅机会啦！呢、这个系，哎呀，点样开嘅咧？最后嘅机会啦，咁咧都比较远嘅，因为咧佢哋系我真系由吉隆坡带到过嚟槟城呢度啦，就系为咗做呢个嘅敲金活动，系咪好有诚意咧？大家记得要接到我嘅金啊！最后嘅机会啦，希望大家可以接到我嘅金啦，耶、yeah ！就算唔联络我都 OK 噶，将呢个嘅好意头好彩运送俾大家。好啦，写好咗啦，呢个系我最后嘅机会。阿专登带咗三个金过嚟，咁就算一个唔得啦，第二个有，第二个唔得嘅，第三个系咪先？一唔得，二唔得，三唔得就难啲噶啦嘛，所以就准备好三个嘅字弹。好，我等下准备咗再掉先。要去替结良缘先。好啦，我而家要准备最后一发啦。跌落海啦！我而家要揾个有利嘅位置去执金先。你要主动出击之外，咁都要系接受呢个机会噶嘛？系咪先？所以我就喺度等下睇我接唔接到金先。哇！哎呀！
跌咗落去添。嚟啦！哇！我哋努力先得啦。采取主动系咪呢先？姻缘呢啲嘢系咪先？哇！我准备好啦，但系仲未接到一个。我好努力噶啦，但系我仲系收咗个急。哇！哎呀，跌咗落去先。激死我啦！啱啱线手，系个金咧，啱喺只手度，啱啱离开咗啊！激死我！哇！有冇见到啊？大家，佢个捞已经系全部都系金喺度。哇！喺嗰度差唔多十个金啊！呢度。哇！我要我冇咗啦。我相信我今晚一定要执到个金噶。没有做什么？我执到个金啊！不过大家见到啦，其实佢咧系都有四个名喺度，记住 J G 唔知乜嘢，我睇得唔清楚。我同你嘅缘分，这么远那么近，执到个金，但系可惜我联络唔到你啊。我哋就问下有冇第二个先。哇！哇！我先又接多个金啦，但系吓，系接住好多个 A 噶。我识啊，都系冇联络方式，我联络唔到你啊。耶！又接多个金啊，第二个金。不过我而家咧已经系差唔多成手啦，全部都系啲嘢金执咯，因为佢一路喺度一路飞啦，跟住啲执咧一路跌落嚟咁啊，而家食个头都系啲金嘅执。哇！佢呢个电话 number 呢个94年0175231477，大家有兴趣就记得打呢个电话啦。啱啱大家见到个金系非常之完整啊，佢系完全系有一个嘅电话 number 啦，同埋几多年份嘅，大家咧就可以打呢个电话过去啦。呢、這个就做一个顺水人情俾大家联络佢啦，即系我唔知系男定系女，但系都系交个朋友嘅。我而家咧又执咗第二个金啦，唔系第二个第三个，但系呢个第三个咧佢就好似系冇啲联络方式嘅，就住步步高升，嗱爱你，但系呢个咧我系冇联络方式嘅，呢、這个好可惜。呢个第三个金，第三咪第四个啦。其实今日都几好啊，可以执到到个金，但系就得一个真系可以完全联络得到咯。大家都可以联络噶，唔系得我联络噶。你下面有写东西吗？一定有写。哦，好。啊、你金咪梗系多咗排啦，一排啊，超搞笑啦，一路卖金啊咁样。哇！哇！而家系接到系第五个金，佢呢个上面咧写住有嗰个 I G 嘅一啲嘅 I D 喺度嚟，系 K，
OAINGEE0223 咯，應該係。但係佢有少蒙咗咧，佢落水咧，大家就記得要聯絡佢啦。我而家好似同大家一個連緊線咁，所以我大家都要翻去睇一睇下先。我冇諗過，原來我今日都係集到五個金，係五個金啊！雖然又唔係好多個真係可以聯絡到，不過一個都係一個聯絡嘅全頂方式咯，我哋都 OK 嘅，有緣分啊，有緣分。我勁嘅，有人特登買數據過嚟，而家可以咧攞住呢一個咧去拿翻，拎下啲金咧，跟住就掟翻過去。好啦，而家到我撈啦！喂！咪睇下佢有冇射嘢嘅先。佢个金咧射咗个幸运唔知乜嘢龙，出入平安，大吉大利。学识咧，我哋都系冇呢个嘅联络方式噶。咁样咧就执咗第六个金啦，已经。呢度咧系唔少都可以俾啲金掟中。虽然就系呢个冇联络方式啦，但系都系啲嘅运气，呢个嘅好彩啦，就拎翻屋企。咁啱先咧，俾第五只六个定第七个金砸中咗我又，不过呢个系吉噶，乜都冇。呢度咧，你真系可以接到啲金咧，真系上面写晒啲 I G 嗰啲联络方式噶，你有兴趣就可以直接喺度加。呢个就系缘分啦，大家要努力啊，呢个缘分。系呢位姐姐啦，即刻加翻个 I G 先。佢呢个咧系写住就系 follow my I G S O U I 底线 Y A N N。就第二个，系第二个就系 W E I Y E E M I N， 呢个就系有两个嘅 I G， 诶，仲有第三个添喎，第三个 C H I E W M U N N N， 咁呢个系三个嘅 I G account， 大家都可以 follow 噶，应该系识朋友，系啦，咁呢个咧就会系呢度嘅第七个定第八个金啦，大家就。即係好有福氣啊！我估準備走嘅時候咧，都可以再執到咁多個金咯。係，大家有興趣，我記得要聯絡佢哋啦，係 IG 啊。係啊。哇！真係冇諗過咧，我呢度竟然可以執到差唔多700+金咯。雖然唔係個個都有啲聯絡方式啦，但係都全部係呢個好彩運。當然咧，仲有幾個都有啲嘅 IG 同埋電話 number。除咗我之外咧，大家都可以聯絡一下佢哋嘅。哇！係咪好好彩咧？俾我執到之後，可以同大家順便送你宣傳埋，可以去結識良緣啊！除咗就算做唔到，可能男女朋友好啊，或者點樣都好啦，都可以做個朋友噶，係咪先？呢啲真係緣分啊！第一次喺度玩呢個拋金活動啦，真係超正！呢個真係大馬呢邊咧，先可以感受到呢個元宵節嘅特別嘅節氣氛。咁當然啦，除咗我哋玩得開心之外咧，都係特別多謝今次喺呢個活動一啲嘅工作人員啦，因為。大家見到啦，我哋係幾百個人咧，一齊去掟啲金過去，但係佢哋得幾個人咧就掟翻啲金翻嚟，所以佢哋應該都係好攰同埋都好辛苦，所以就非常多謝佢哋啦，有佢哋嘅喺度啦，先至可以令我哋有啲咁好玩嘅元宵節同埋又拋金嘅活動啦。記得啊，如果大家執到嘅金，記得要聯絡我，真係要聯絡我，我都有借咗三個噶，希望我都收到一個回覆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